难道你想保护我？你是不是很喜欢我？过情关，谁敢？你这么做不过也就是为了接近我，其实你们都一样。难道你想保护我？你是不是很喜欢我？过情关，谁敢？当青石明月遇上华流。难道你想保护我？你是不是很喜欢我？过情关，谁敢？难道你想保护我？你是不是很喜欢我？过情关，谁敢？你这么做不过也就是为了接近我。手中的剑为什么而挥动，需要你来寻找答案。因为我的速度从来就是第一。每一个加入流沙的人，他的命都不属于自己，而是属于流沙。